你有没有疼爱的人？有没有想念的人？要是换柴房，可没人跟你换啊。看来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，星星这么亮。你还懂这些呢？你不信啊？你不信明天就看着，看我说的对不对。哎，宁轩，你看，你看那颗星星，最亮的那颗，知道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不知道吧？叫深秀，它每天啊都会固定出现在那儿。我之前在侯府也见过，不过没有这么亮啊。啊，而且，其实，在它的对面呢，还有一颗遥相呼应的，叫做商秀。这两颗星星是永远都不会见面的，此消彼没。每次他们两个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会通过他们的位置，还有他们出现的时辰，判断明天的天气以及现在的时辰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观星啊？这不简单吗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的，反正突然就从我脑子里蹦出来了。而且，就是看看方位呀，看看时辰啊，这些都挺简单的嘛，没什么难的。那你脑子里还有没有蹦出点别的什么？什么别的？比如过去的记忆。没有，反正他们说我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没朋友就没朋友呗，我还有星星。星星就是我的朋友。哎，我再跟你说个秘密啊，其实以前我经常会偷偷跑出来跟星星聊天的。和星星聊天啊？对啊。借我肩膀用一下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之前有人告诉过我，每一个地上逝去的人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然后他们就会在天上注视着我们，保佑着我们。真的会变成星星吗？对啊，而且啊，你在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想你。他们对我们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，在疼爱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哎，你有没有疼爱的人？有没有想念的人？行，什么？没什么。